隻美國制瑞士制嘅鎖錶，同埋39條美國制嘅手鏈。咁失物咧總值咧就係2350萬。我哋理解咧，應該係會有一名咧唔排除南亞人士，兩名係中國人，亦都係講我哋流利嘅本地話嘅廣東話嘅。咁樣就全部包括曬嘅，包括就戴帽啦，一啲防風雨衣有啊，雨衣吸住啦，有口罩嘅。見到個賊跑喺呢條馬路就兜入去樂道嗰條口嗰度。